少爷，索性我们一不做二不休。二哥，你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哎呀，跟你开玩笑的嘛，少爷。我这不过是抛砖引玉。少爷，我已想到一条妙计。美男计。就凭他还想癞蛤蟆吃天鹅肉。少爷，这我可要批评你啊，你怎么能妄自菲薄呢？你为什么要说自己是癞蛤蟆呢？这不可以的啊。哎，少爷，你是伤不到我的。这丫头可是我的贴身丫鬟，整日不在身边，成何体统？您的意思是？哼，老夫人不是最讨厌别人搞攀龙附凤那套吗？那这一次我就让她看看，她到底有没有看走眼。这什么呀？你装什么装啊？这是少爷让我给你的衣服、首饰、胭脂、水粉。你这个小狐狸精，到底使用了什么手段？哎，我没有什么手段呀，只不过是有那无处安放的魅力。女人的魅力啊，天注定。少爷对我用情可真深哦。少爷让你晚上伺候他，伺候他洗澡啊，伺候他洗澡。我晚上还要去工房呢，你不也是丫鬟吗？你去伺候他，你去你去。你装什么好人啊？你以为我没有努力过吗？少爷指定让你洗，哼！我洗，您这小胳膊小腿的，再不露点勾引谁呀？你这来来来，这个小奸细，为了你，我可牺牲太多了。可不是嘛，少爷，我觉得这边再露点。别碰我！少爷，淡定。先出来，去。你怎么没穿我给你买的衣服？
那不是你送我的吗？难道你要要回去吗？送都送你了，还要个屁呀！哦，那就行，我让家丁拿出去卖了。什么卖了？我这个人平时不爱打扮，你放在我这儿也是浪费。我就想说卖点钱，换点吃喝。马上就要帮我洗澡了，怎么？期待吗？期待。你这是要湿搓还是干搓？都准备好了。来，帮你脱衣服。哎，不是，我帮你。等一下，是你跑什么呀？别着急是吧？洗澡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别客气，我帮你脱衣服。住手！我不洗了。好的，我走了。等一下，澡不洗了，换成按摩吧。好的，上一起。少爷，那我就按了啊。少爷，我先帮你把头发理顺啊。少爷，我手劲有点大。哎呦，这力道还行吗？哎，别那么多废话，快点按。少爷，我给你抻抻筋啊，这抻抻筋啊，能活一大岁数。少爷，现在我们来小燕飞了啊。什么小燕飞啊？飞了，感受到了吗？感受到蓝天白云，想象自己在天空中飞翔。这口气我先忍下。娘来了，看你如何辩解！哇，让我们再飞得更高一些吧！感受到风了吗？老夫人就在前面。唐玉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快下来，马上就到了啊！到底什么事情呀？非要让我亲自过来看看？我听阿六说，有人企图要勾引少爷，看着也不像啊。好你个佩佩，我就知道演这么大一出戏就是为了赶我走。老夫人，我和环环还要去卓玉，不打扰了。佩儿，你这是又想跟我演哪一出啊？嗯。